为悼念总统蒋公，台中县各界以新台币2500万元新建的中正公园，今天由县长陈孟玲主持简报，向县议会全体议员和各界人士介绍新建的经过。台中县的中正公园是在丰原镇水源地的东南方，占地有55公顷，现在正分期兴建中，预定在明年可以局部的完成。据说这座中正公园的完成之后，要比台中市的中山公园还要大，而且要美得多。